就是这个图片上所谓的太平洋豚吻混介壳虫，非常饶舌的，连我都念不太出来。介壳虫台语叫做孤形啊，就是这个，而且这个就是直接可以在外表就可以直接处理的。他把它当成是所谓的有害的生物，可是各位知道，这个分布在亚洲，包括台湾、中国、印度、印尼等这些的地区，它不是在所谓的果实里面的，它直接在外表就可以处理的。所以跟各位报告，所有的国际规范里面遇到这种介壳虫，都是在输入国，也就是进口国，如果有发现，那它就可以用所谓的我们的溴化甲烷熏蒸。就可以直接来处理，处理完就可以直接进去了。花莲的幅员辽阔，南北总长呢超过了137公里，这样的长度对于救护来说其实相当的吃紧。